我们上一节讲到肾的主要生理功能，肾具有藏精纳气主水的生理功能。肾它主要生理特性是有闭藏的特性。肾的阴阳为人身诸阴诸阳之本。肾在五脏当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因此在中国学术发展史上，在明清时期，关于脏象学说一个重大贡献就是命门学说的出现，强调肾在人的生长壮劳乙过程中的重要作用。因此在治疗疾病过程中，常常把调节肾的阴阳作为最终治疗疾病的重要手段。我们这一节讲六腑，首先讲六腑的定义。什么叫做六腑？六腑是胆、胃、大肠、小肠、膀胱、三焦的总称。六腑的共同生理特点是受成和传导化物。二，饮食物经口摄入以后，它的传导过程是，中医学认为它需要经过消化道的七个关卡，南京称之为七冲门。其中唇为飞门，齿为户门，会厌为细门，胃的上口为贲门，胃的下口为幽门，大肠小肠交汇的地方为南门，肛门为婆门。饮食物由口摄入进入体内，经过消化道的七个关卡，最终排出体外。第三点需要掌握的是，六腑有个共同的特性，叫做六腑以通为用。怎样理解六腑以通为用？通是指六腑的气机通畅，不仅要通，而且要降。就这个一讲，六腑的共同特性应该是六腑以通降，以通降为顺。这样一个特性强调的是，饮食物经口摄入以后，经过消化道，经过脏腑的调节，不断地吸收代谢，最终代谢产物层层地向下传递，最终排出体外，代谢产物排出体外，而那个水谷精微被全身所利用。也就是说，六腑必须保持始终是气机通畅的状态。就这个意讲叫六腑以通为用。由六腑以通为用这样一个原理，在中医理论上还有一个结论，叫做六腑以通为补。这里这个补的意思是调整六腑的功能活动，使它保持正常通降的特性，不能理解为补虚这个补。也就是说，在病理状态下，通过调整六腑的通降特性，通过调整六腑的阴阳失调，无论是补还是泻，最终的目的都是要达到正常的通降状态。就这个意义讲叫六腑以通为补，不得理解为补虚才能够使六腑通畅。
下面我们分别讲六腑的生理功能和特性。首先讲胆，我们在讲肝的时候、讲脾的时候，都涉及到胆。第一，讲胆的生理功能。胆的第一个生理功能叫贮藏和排泄胆汁。中医学认为，胆汁的生成来源于肝脏，这一点请同学们要特别注意，它和现代生理学的认识是不一样的。在中医学称之为，胆汁是来源于肝脏，是借肝之余气凝聚而成。这是第一。那么胆汁，第二，胆汁生成以后，要进入胆腑。这胆是六腑之一，我们称之为胆腑。有胆腑能所形成胆汁，并且贮藏于胆。这个过程是受肝的疏泄功能来调节的，就是肝的疏泄功能决定了胆汁的生成，胆汁进入胆腑，胆腑经过胆腑的气化作用，形成胆汁，并且贮藏起来，以备不时之需。第三，胆汁的分泌和排泄，它的机制仍然是在肝的疏泄的作用下，通过肝的疏泄作用调节胆的疏泄。我们称胆的疏泄，就胆疏泄，就是胆的分泌排泄胆汁，用现代生理学的话讲，叫胆囊的疏和泄，我们中医学称之为胆的疏泄作用。胆的疏泄取决于肝的疏泄，换句话说，在肝疏泄作用的调节下，胆能够正常的进行疏泄，因此胆汁才能够正常的排泄。排泄入哪里？排泄入小肠，这在中医文献里面已经说得非常清楚。在这一点上，和生理学、现代生理学认识是一致。总之，我们在这学习胆的生理，第一个功能，一定要明确的认识，胆的生成、贮藏、排泄胆汁的作用，是在肝的疏泄作用的调节下完成的。这一个学术观点，那么也体现了咱们中医学处理脏腑的关系，叫做以脏帅腑，也这是这样一个思想，所以我们强调人体的结构，比如脏腑系统，强调是以五脏为中心的这样一个系统，没有说以脏腑为中心的结构系统。大家注意，中医学在讲脏象学说里面，强调脏腑的时候，重在突出脏，叫以脏帅腑。我们从这讲肝和胆，肝对胆的胆汁生成、分泌、排泄作用，也进一步体现出来。正因为这样一个思想，所以中医治疗胆的病理变化，重在治肝，而不是在治胆。将来同学们在学习中药学的时候，入胆经的药物必然要入肝，比如治肌肤发黄，中医称之为黄疸，就是胆汁的排泄异常，常常用疏肝利胆。如果说仅仅是胆自己的疏泄功能失常，那就应该是疏泄胆腑，而不应称之为疏肝利胆。这就是中医脏象学说一个重要思想。通过这个治疗黄疸这个药物的功能体现出来，胆贮藏分泌胆汁的功能一旦失常，
就会出现胆汁的溢于体外，表现为颜面肌肤发生黄染，中医学称之为黄疸。这个术语和现代医学黄疸意义相同，只是产生的原因机制不同而已。后面举这个例子，仅供同学们在学习中做为了理解胆这个第一个功能，助长排泄胆汁，为了帮助理解而已。要求同学们要记住胆汁的生成、助长排泄的作用机制，它的作用我们在讲肝主疏泄、促进消化吸收时候已经讲到，胆汁具有促进消化吸收的作用。第二叫胆主决断，这个功能也是最难、比较难理解的，在我们这一节里面可以说是一个难点。第一，说什么叫胆主决断？所谓胆主决断，是指胆在精神意识和思维活动中具有判断事物、做出决断的作用。换句话说，胆主决断它的作用能说为两点：一、判断；二、决断、决定。即判断事物，做出决定。那么判断最后做出决断，实际是一个思维活动过程，接受了信息，用中医神志学说，经过神的作用，将信息进行处理，最后做出决断，发出指令，这是一个神志活动过程。那么这个工作、这个任务，在中医脏象学说里面是由谁来执行的呢？是由胆来执行的。二，怎样理解胆主决断具有判断事物、做出决断的作用呢？这一作用体现在胆具有防御、消除某些精神刺激的不良影响，从而维持、控制气血正常运行，这样一个作用，最终能够保持人体五脏系统之间的协调平衡。关于胆主决断，在中医理论的发展过程中有各种各样的学说，同学们可以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去阅读历代文献，特别是近代的关于在杂志上所发表的就胆主决断这个命题所发表的各种论文，可以作为来阅读，来进一步来理解胆主决断。学说很多，站在不同角度来论述它，我们这里从实践需要出发，从实践的需要来定义它，将这个理论和实践统一起来，定义胆主决断意义，胆主决断它具体执行什么样的功能。那么胆主决断这个功能，也就是这个理论，它一在理论上它解释了在思维活动过程中怎样来判断事物、做出决断，解释思维活动有神志活动，有胆参与。在六腑当中，请大家注意，我们讲五脏皆藏神，那么以脏帅腑，脏和腑是同一系统，按照这个逻辑推下去，
五脏皆藏神，那六腑也都应该藏神。但是在六腑当中，只有将胆参与神志活动，表现为胆主决战的功能。至于纳吉腑为什么不讲也参与神志活动，中医历代的文献记载较少，所以中医学理论在神志学说的六腑涉及到，主要是涉及到胆。它在实践意义上旨在指导我们在精神神志活动疾病过程中，易于出现惊恐这样的病理改变的时候，才常常从胆主决断这个角度来理解，在治疗的时候才常常从胆入手。著名的方剂叫温胆汤，将来同学们在学习方剂学，学习温胆汤，通过温胆汤这个方剂的结构，它的作用，来进一步理解胆主决断。我们在这里定义胆主决断，讲它的生理功能，它所反映出的作用，是从实际临床实际出发的，和温胆汤它的功能主治相适应。第二，我们讲胆的生理特性。第一叫胆气主生，胆和肝同属于木，这里面出现了个甲和乙。大家可能都知道中国的隶书天文有天干地支，那叫甲乙丙丁戊己庚辛等等。那么它和五行对起来，相对应起来，那么甲乙对着木，至于他们之间这个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寅癸这些和五行的关系，同学们将来会在经络学说讲。有兴趣的同学将来在学习内经的时候讲五运六气再讲，不是中医基础理论的教学任务。在这里面只要求同学们知道这个乙木和甲木是从哪来的呢？这个甲乙按五行分类它属于木，因此说甲这个肝属乙木，胆属甲木，按照五行归类就是这样规定就可以了，知道这个程度就行了。它的推理过程看，说胆肝同属乙木，那么肝主生发，肝气一生，喜调达而勿抑郁，那就决定了胆也必须这样。把胆必须具有生发这样的特性，把它抽象出来，称之为胆气一生。胆的正常生理状态必须保持生泄这样一种状态，与肝主疏泄相一致。胆气主生，一旦不能维持正常状态，叫胆气瘀滞。我们讲肝湿疏泄叫肝气瘀滞，那么胆气不生叫胆湿疏泄，胆气瘀滞。换句话说，胆气一生这样一个特性，就是指胆必须具有生发调当的特性，它与肝喜调达而勿抑郁同意。它有什么作用呢？胆气保持
生发状态，他才能够完成主决断的作用，也就是说才能够完成判断事物，决出做出决断，协调丈夫之间关系平衡这样的作用。我们在讲肝主疏泄的时候提到一个肝，讲它的生理特性的时候，讲肝为肝脏，肝为五脏之贼，就是说肝脏实际及调达特性的时候会出现这样的病改变。按照说，胆与肝同属于木，胆气一生与肝喜调达同意。如果按照这个推下去，就胆是疏泄，就胆气不生，也应该成为五脏之贼。但是在中医理论里面，胆实疏泄直接影响到的主要是指脾和胃。脾和胃，这和我们前面在讲肝的疏泄功能通过调畅气机促进消化吸收第二个机制是一致的。在所有的文献当中，中医里呢并没有出现胆实疏泄以后还能够影响其他的功能，其中最主要是消化脾胃的功能。那么和我们前面讲它判断事物做出决断影响神志的功能是不是矛盾呢？不是矛盾的，主要影响的胆实疏泄是在消化吸收功能，就是脾胃的功能，累积脾胃。那个判断做出事物，对事物做出决断失常，是指的胆的功能影响到心，影响到心神的作用。前面讲了个温胆汤，温胆汤的适应症叫胆瘀痰咬，这样一个症，咬于哪呢？咬于心，所以才出现心神不定，胆怯易惊，噩梦纷纭。解释它是指瘀而生痰，痰咬于心，使心神失守。总结这两点，就胆气一生这个特性一旦失调，它影响了胆的生理功能。一，疏泄胆汁功能失常，那么影响了脾胃的消化。二，影响主决断的功能失常，影响了心神的功能。这是胆的生理特性，胆气一生它的实践意义。二，性喜凝矣，中医学称胆为清净之脏，也称它为清净之腑。胆见六腑，为什么还称为脏呢？实际在中医历代文献里面，在这里讲胆为清净之脏，为清净之腑，这个脏和腑是同义的，就它呼唤用，这里并不是指到它五脏，它就是五脏，它就是六腑，单纯的六腑，单纯五脏而言，我们把它放在六腑里面，那么它定义应该称之为叫清净之腑。但是特点是它贮藏胆汁，这个胆汁中医学又称之为精子，就是精微的精微物质，又可以称它是精气。这个精气贮藏精气是五脏的共同生理特点，就这个一讲，胆具有脏的特点，所以古人从这个一说可以称胆是个脏，可以称为唤清净之腑为清净之脏。这是仅仅从它
储藏精子，也就是说储藏精气这个生理功能而言，我们定义这个胆就这一点，就这一点称它为清净之脏。说它性喜宁矣，什么意思呢？说胆的功能状态它必须是处于宁静的状态，最怕受到外界环境的不良刺激，把它这个属性叫喜宁矣而勿烦扰。一，胆的气化，它的气机处于宁静不受外界不良刺激影响的条件下，才能保持胆气一生这样一个正常的特性，生理特性，才能够保证胆发挥贮藏排泄胆汁主决断这样一个正常的生理作用。在实践上，它的实践意这个特性重在指用于解释我们前面讲那个胆瘀瘫摇出现心神症状这样一个病理变化，用以指导治疗由于胆瘀瘫摇，瘫摇于心导致心神的功能发生改变，以胆怯易惊为重要临床特征，这样一种病理情况下，从胆入手去治疗，它的实践之意义在于此。第二，讲胃，在六腑当中，胃是个重点。胃又称为太仓，又称为水谷之海。为什么又称为太仓？仓就是贮存粮食的地方，那胃是经人体的胃，那经口摄入的食物，那第一关就要进入胃，胃贮藏起来，然后经过胃进入初步消化，人吃进的东西，就这个意义讲，它要储藏饮食物的作用，称为太仓。水谷就饮食物的泛称，它要都暂时贮存在胃，经过胃来初步进行消化和吸收，就这个意义讲，称胃为水谷之海和太仓。第二，中医称胃又叫做胃脘，胃脘分上中下三部，胃的上部称为上脘，包括贲门；胃的下部称为下脘，包括幽门；上下脘之间的部分称为中脘。胃上连食道，下通小肠，是饮食物进入体内接受向下传导一个重要的通道。第一，讲它胃的生理功能，一叫受纳水谷。所谓受纳，是指接受容纳的意思。什么叫做胃主受纳水谷呢？胃主受纳水谷是指胃具有接受和容纳水谷的作用。前面说到水谷是饮食物的泛称，正因为胃有接受容纳水谷的作用，宛如粮仓，所以它有别称太仓，因为它容纳的是水谷，所以又称它为水谷之海。它受纳水谷，除了接受容纳之外，称它水谷之海太仓之外，中医学理论当中对胃还有一个评价，就是在人体的生命活动过程中，它还有一个评价叫做为气血之海，将水谷之海
和气血之海统一起来，称胃为水谷气血之海。同学们可以回忆我在讲授脾主运化的这个概念的时候，这个原理的时候，讲到脾能运化水谷，为气血生化之源。在论述过程中，我有的时候讲脾胃为气血生化之源，在那里并没有进一步去阐述为什么胃也为气血生化之源。我们在这里讲胃主受纳水谷，就回答了为什么说称胃为气血之海。那么怎样理解胃为气血之海呢？是指胃，我们下面还要讲，进一步讲胃受纳水谷，辅助水谷的作用，就是胃要对饮食物即水谷进行初步的消化吸收，为脾主运化做好准备。二，水谷它可以转化精微，精微是化生气血的主要物质。就这个意义讲，从胃主受纳水谷可以推出来，那么间接推出来胃为气血之海。就这个意义讲，胃为水谷气血之海。正因为这样，所以我们前面讲脾胃气血生化之源为后天之本，习惯上常常脾胃并称，脾胃为气血生化之源。若论证这个命题，我们讲到这里，仅仅运用脾主运化水谷这个原理功能，论证脾胃为气血生化之源，逻辑上就是不完善的。那必须把胃主受纳水谷，胃为气血之海，这一个原理，这一个论据纳入进去，从脾运化水谷，从胃受纳水谷，为化生精微提供物质源泉、物质来源。那就是说，从两个脾和胃在化生气血方面的作用，两者的作用来一起来论证，把它纳入一起，统一起来论证脾胃为气血生化之源。脾受纳水谷这样一个功能，它的理论意义，它重在说明它是气血之海，为化生水谷精微、化生生命基本物质提供第一个保障。在实践上，只要是食欲的改变，无论是食欲亢进，无论是食欲减退，把它都叫做受纳水谷的功能异常，都宅子于胃，都可以从胃入手调节胃的阴阳平衡进行治疗。但是呢，在这里主要是指受纳，指食欲而言的，用我们现代语言说就指食欲而言的。第二个功能叫腐熟水谷。什么叫做腐熟水谷？胃的腐熟水谷，就胃腐熟水谷，是指胃将饮食物进行初步消化，并形成食糜这样的生理作用。怎样理解胃腐熟水谷的机制和过程呢？它的机制过程是，胃接受了由口摄入的饮食物，首先容纳起来，也就是贮藏起来，在这个基础之上，通过胃的气化作用，将饮食水谷转化为食糜，进行
初步的吸收，为脾主运化，做好充分的准备。它的机制是，从理论上讲，要靠脾的温煦，胃阳的作用，也就是说靠阳气的温煦才能辅助。历代文献在中医理论善述脾善述胃受纳辅助作用的时候，都强调脾阳对胃阳对他们的通过他们的温煦作用来实现它受纳水谷辅助水谷的作用，受纳辅助的作用。那么胃既然强调脏腑的生理功能，它正常状态意味着阴平阳秘，在这又为什么强调它们的受纳辅助作用，又突出强调它们的机制是赖胃阳和脾阳的温煦而实现的呢？这也体现了我们前面曾经讲到阴阳二者在中医学强调阳的重要性，说强调阳化气。这里面并不排斥说胃的气化过程中，在受纳辅助过程中，胃阴的作用，胃阴的作用是在常运胃的受纳辅助功能，是在胃本身气化作用，那就是它阴阳处于平衡状态下才能完成。那么又突出强调胃的阳气在受纳辅助当中的作用。为什么前面又讲一句说要赖脾阳的温煦吗？这又体现出中医脏和腑相比较而言强调脏的作用。它不仅仅是脾胃同居中焦，也不仅仅是将来看大家学习内经叫脾胃以膜相连，不仅只是同居中焦，这也体现了中医学管阴阳学说它的核心思想。辅助水谷的结果将水谷初步进行消化，形成了营养精微，为脾的运化全部化成为精微提供基础。就这个意义讲，精微是气血生成的源泉，我们通过辅助的功能又进一步论述了脾胃为气血之海。通过胃主辅助的功能来论证胃为气血之海是直接论证的，因为它辅助将水谷通过辅助化成精微，中间形成食糜这个阶段，那么对某些精微有初步的吸收，为气血化生提供源泉。而通过胃受纳来论证胃为气血之海，立足点前提是它为化生气血的物质水谷提供一个贮存的场所。没有胃的受纳水谷，就无所谓水谷才能转化为精微。这从不同的前提和条件，从不同的角度来论证胃为气血之海。在这里面提出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叫胃气的概念。中医学从古至今，不论是生理还是病理，非常强调胃气这样一个概念。中医学有一个重要的原理，就是人以胃气为本。这句话，这是和中国文化密切相关的。大家都知道，这个常识啊，中叫做什么？叫民以食为天，民以食为天。
这人出生之后必须接受摄取食物，那么摄取食物主要除了口之外，那么在这讲胃受纳，容纳于胃进行胃能够受纳和腐熟，强调胃在接受食物进行消化吸收上的特殊作用。所以中医强调人以胃气为本，这是一理解人以胃气为本。第二，只有胃气正常，就是胃的功能正常，生命物质的来源才能够源源不断的而来，就是水谷精微才能源源不断的来。那么水谷精微是化生人体生命基本物质的主要源泉。就这个意义讲，强调胃气，就胃在维持人的正常生命过程中所占有的特殊地位。实际上，胃与脾共为后天之本。我们前面讲这个脾为后天之本，实际上呢，到这儿讲了胃以后，我们才能把两者连接起来，就是脾胃为后天之本，脾胃为气血生化之源。正因为胃和脾同样都为后天之本，就这个意义说，人以胃气为本。这是一个原理。从胃主受纳腐熟水谷，又派生出一个原理，叫胃为五脏之本。前面反复讲中医脏象学说是以脏率腑，强调脏的特殊作用，而这又讲胃为五脏之本。那么胃为五脏之本，这里面这个脏和腑的关，胃是腑，就这个命题，那么可以看出来，那脏腑的关系什么呢？那就成了腑为本，脏为末。怎样来理解胃为五脏之本呢？这是从胃主受纳、主腐熟，为气血之海。气血是生命的基本物质，是维持五脏生理功能的物质基础。就人体生命活动维持人体生命活动物质基础而言，胃的受纳腐熟功能是一个重要的机制，没有这个机制，难以为五脏的功能活动提供充足的物质基础。就这个意义讲，才强得出来胃为五脏之本这样一个结论，这样一个命题，不能理解为我们前面反复讲脏和腑的关系，以脏为主，腑为次，强调以脏率腑，而这呢讲胃为五脏之本又倒过来了，逻辑上是不是矛盾的呢？不是矛盾的。那到底怎样来理解胃气的含义呢？胃气这样一个科学术语，在中医文献当中是一个多义词，是一个多义词。我们在中医基础里面只讲两个意象，一指的胃的生理功能和生理特性而言，也就是说，胃的生理功能、生理特性处于正常的状态，通称为胃气。用胃气高度概括胃的生理功能和生理特性，把它们所有的功能特性集中起来，高度概括，称之为胃气。我们前面讲人以胃气为本，那么强调了胃气定义第一个意象是胃的生理功能、生理特性的概括，是这个而言的。因此才得出来说有胃气则生，无胃气则死。这和我们前面讲那个中国文化那个"民以食天，民以食为天"，在意义上是相同的。也正因为这样，中医学基于这样的认识，
在考察疾病的时候，考察疾病的时候，特别注意询问患者的胃口如何。经常总是问，不懂十二疾病都问你吃饭怎样？问他吃饭怎样，在于考察这个人的胃气如何。这个中国文化有个问好啊，问好。咱们现在大家早上见面说早上好。按照传统的中国文化来问好，这个好像是咱们北那个东北啊，锦州、朝阳这一带，这个说话这个尾音高，早怎么就问？早上一见面，你吃了没有啊？这个尾音很长。如果把这个地方的方言去掉，我们大家看中国文化，看历代的文学作品啊，问好的时候，大家如果就将来有兴趣，可以念小学，念《幼学琼林》。念三字经，看念小学那里面讲，咱们女同胞可以看《严氏家训》啊，你看看那个怎么样处理家政，长幼悲尊怎么处理，那称呼啊，不叫您好，就是您早晨一问好的时候，您吃了没有？吃早饭没有？吃早点没有？并不是说中国人都是饭桶，张嘴第一话就是问吃没吃饭。它体现了一个中华民族的文化特征，问的是健康与否，不是问你能吃饭不能吃饭。这就从胃气的概念来，人以胃气为本，标志高，这个人健康，有顽强的生命力。他的这个概念在指导我们临床实践上。医生特别不管病情轻重，特别注意考察这个患者食欲情况。病情再重，只要这个患者能够进食，就有可挽回的余地。病情虽轻，这个人滴水不进，欲火不好。中医学这样一个思想哪来的呢？胃气给我们提示，这是胃气的第一个含义。胃气的第二个含义是指脾胃的功能活动在脉象上的反应。这个含义将来同学们在学习诊断学、脉学的时候讲胃生根进一步讲。在这里只要知道胃气的第二个含义是指脉象特征而言的，那就记住，仅仅记住四个字，脉象指下表现为从容和缓。什么叫做从容和缓？将来在诊断学进一步去讲解。这点先到这里。